真正跑起来就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就看到猎人就会撒腿就跑，然后不会管。你们三个就在跑当中没有合作吗？其实，在跑道中也有合作，就是如果我们仨在一起，就是肯定是王源先被抓的，这样对，因为他跑，因为他跑的最慢。我而且就是我跑，我就不和他们在一起，因为他们在一起，我就猎人肯定会来追我，然后所以我就一个人跑，就是我们有任务在集合。我们先会商量一个战略，然后就战略，然后最后有需要三个人一起的时候，就一定要同心协力的去达到那个目标。